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。今天一个粉丝让我1000块钱帮他买一条拉巴多，必须3个月。我找了好久啊，现在是下午了，从中午到下午大概得有3个小时了啊，终于帮他搞定了哈。一开始要1500，到最后磨到现在啊，磨到1000。咱现在就把这条狗狗给拿走发货去啊，再顺便再看看这里还有其他狗有没有合适的啊，有合适的咱接着拿下啊。来关注一下啊，来看一下，这是德牧哈，短毛公贝德牧。这干嘛嘞？狼叫。看正面哈，短毛的哈，看这尾巴，整体结构都可以，这样的价位现在都在1500左右。看这边哈士奇二哈，烟灰色二哈，也叫梦幻色二哈，好看好听一点的名字叫梦幻色，眼睛双蓝眼的哈，3个多月了，疫苗做齐，这样的要是800-900能拿下，700-800能拿下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这样的哈士奇哈，这是尴尬奇，疫苗应该是做齐的哈。看他的泰迪，来看人家这边看泰迪的哈，看这个大娘卖泰迪。上次有一个粉丝在他家买了一条那个红色会走路的泰迪，然后呢还有好几个粉丝私信我，让我看看这只灰泰迪。老板，这个灰泰迪你能让他跑跑行吗？来看看他的才艺，来看看，都是1岁多2岁之间的狗狗哈。哎，来来来，上这边来啊！行，看他后背也可以，你看，咱又给老板盘盘这个价格哈。哎呦，自己会转身啊。这个有多大了？这个1岁。这个是多少钱了？你上次给我说的是3000多，咋又变成4000多了？那么不实在了？我那天还夸你多实在，多实在，这个大娘又变成4000多了。你直接给我说最少多少钱是吧？啊？最少多少钱？少了不卖。啊？最少3000块钱。哦，你这还差不多是吧？你说个一口不卖价，最少3000块钱，我看咱压行不？你抱起来，这个回来你可以哈。小狗哈，小狗哈，行，对，这是公狗，小公狗哈，这还可以。要是母狗得5000，母狗得10000，有人要，有人要才能换到钱来，没人要一文不值，一文不值，哎。你也别这样了，大娘，上次我拿你2400，这个也就2400行不？啊，还能上还能上钱不？3000还能上钱呗？多少钱？2900。哎呦，2500能拿不？2500这都要。啊，再让一口，再让一口，一口都不让了。哎呦。这个回来的不能，这个上次那个大哥要红色的，说句实话，这个2800拿走绝对合适，他说最少2900，这个都不能，也会站着走路。这个狗测一下有没有细小和圈纹，只要没有圈纹，这狗都放心养吧。这个泰迪还好看，年轻，1岁多，也就2岁之间吧，不会很大的，纯亮灰色啊。这个狗性格怪稳定，今天就到这里哈。哎，客服，别聊了，把那个拉巴多拿走发货去吧。今天又是阴天，下雨，我们就抱回家，我们就回家哈。这个是1000块钱拿下的哈，帮浙江的粉丝拿下的。咱把这个拿走吧，这是小公狗，让这样跑吧，让咱粉丝看看，多壮，得有10好几斤了哈。过来，胆小，还没适应过来呢，没有反应过来，看到了吧？可以，拿走吧，拿走吧。
这个1000块钱拿下的啊，啊，剩下的啊，这就便宜了，像这样的黑色的也就600-700，这样的也就600-700，抱走吧，抱托运部去吧，我们发货啊。这边还有德牧啊，这边还有德牧，今天，适合拿下的啊，有哈士奇，还有这个灰雁迪啊，这灰雁迪能拿下最好，2000大几拿下，来关注一下啊，有需要的啊，关注我一下，这边是宠物市场啊。